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对他右键也可以停。可以啊，但 他不想啊。好好。生气呢？真的很怕不小心挥刀。哎呦哎呦，岩浆有岩浆，阿比有岩浆。哦哦哦，你想干了？没有，跟你讲一下。你的小鹦鹉、哦。我有三个铁，我有三个铁，我有三个铁。铁优先捞岩浆吗、啊？不是吗？不做铁铐，先拿去啊！对呢、欸，暗暗的哦，暗暗的、哦。因为没有，因为前期想说上面很多铁，前期大家没装备，我都会先做会烧的啊。是可以啦，可是没关系，上面有铁，上面有铁，没关系。那我做高、哦、小洞窟，小洞窟还好，不会有怪。哎、欸，给你啊，附近也都可以挖，可以。有附近有水流声哦，所以可以找水。嗯，看一下哦，找个水源，找洞窟。我十一了哦，鹦鹉应该不会那么笨，直接哎、欸，我不好说哦，不要帮他力气。我帮你封死好了，好怕。那如果他那么笨，那就这样了。我又有岩浆区，哇，大洞窟，哇哦，好深好大。好可怖！哇，哎、欸，直接找到那种天坑吗？对，你可以看一下那边石头，我觉得可以从下面挖过去。哎、欸，行。对啊，而且毕竟已经有盾牌，就比较还好一点。嗯、马上再多烧烧、哦。火焰熄灭声呢？哎。你前方就有水啦。嗯，第十一层，我从下面挖挖。那鸟好可爱哦、喔，巧克力的鸟好可爱哦、喔。哎呀，而且又很大只啊，肥滋滋。真的还会乱飞。哎、欸，我让它坐下来了。哎、欸，给你啊，铁镐先给你。已经有铁镐。早就有了，你说不做铁桶就做铁镐啦。我、哦、有水流水流，蝙蝠声音。那我觉得，我把那铁先做水桶哦，好啊，这样比较好走，比较好。你为什么现在要蹲着走啊？习惯，我怕我走一走摔到不知道去哪里。没那么夸张啦，这洞基本上是往上的。哦，小心上面空降蜈蚣。哎、欸欸，我们上面还好。哎、欸，目前怪还好。小僵尸声音，看到他张臂了，在右边、嗯。我把右侧的都哎、欸，繁星小心。可以啊，小心。哎、欸，他追你了，尽量。你举好盾，你举好盾。右边没有岩浆了。OK， 右侧走右侧。好。上面有一只 creeper， 还有蜘蛛，有蜘蛛，代表有线，代表可以钓鱼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哦，蜘蛛下来了，哇，对不起。嗯。要干掉，干掉。有线，有线，有线。两根，好啦，被他咬一口，牺牲战法，可以出去钓鱼了。喂、嗯。这洞窟好。要点亮哦，点亮哦，这坑博，你这里要点亮哦。嗯，我、哦、怕。铁、yeah, 在很上面，阿 B， 你确定要走先？我怕你出事。嗯、我也很怕。嗯，有 creeper， 我让他抱、哦。好。对、嗯啊。你怎么没有举？没有举好。啊！你受伤了、嗯？他受伤了。对对对对。金有金。对 对, 對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我应该。让你离远一点，我不该。下面还很多怪哦，先挖，小心。对，哎、欸，经理挖、哦，我进我挖，进我挖。我们有人有打到苹果吗 ？No， 没有。我有带素描下来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我觉得这边其实就可以种，这边就够啦。对啊，等一下可以种一下。超大超宽的。那比下去要小心哦。有，我其实非常害怕。你可以先看上面这里有没有什么煤啊，或铁可以先挖。煤有什么煤啊？
没啊，可以帮我们救一下啊。啊阿比，你有没有土？我只有三个。有三个就可以了，三个够了，三个够了。对，我也没有土。哎，黄金超多的。土要放哪里吗？黑曜石上。有一点小危险。不会啊，这个好项目数。哎呦，阿比过来。嗨嗨，怎么了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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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哎，你没被吓到？啊啊！你说左右门神吗？这对啊，这是绿色，你不会被吓到？哦，我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进去之前我就有意识到这里有一只，哎、欸，超坏的，是还想要让我过来被吓一次，是不是？真的是，我这里的 creeper 也太多了吧？哦，不能再炸了，不能再炸了，盾不够了吗？再烧了，再烧了。没有没有，怕那个嘣嘣嘣附近都引怪，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人了。对啊。喂。下面也还不要太走，好，哦、好想啊，你自己小心。哎、欸，你擦这边，对你这边要擦一下哦，这边暗的，有青金石，对，有青金石，可是我们没有甘蔗，没有附魔。阿比，我这边可以走。好。哦，又有黄金。哎，对啊，我刚刚应该是因为拿着火把，所以盾没有举好。哦，要小心！哇，边界！哇，那边有什么？在边界外。阿比，你等一下上面帮我多挖一挖哦。好。这里，这里，这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那条路上去有煤炭，有铁。哦哦哦！被绿绿的草吓一跳。没事没事，那边应该都 peace 了。还想说他是什么小僵尸之类的，吓死了。我们铁有在烧了吗？有，我有烧。好，先弄一些铁装再前进好了。好啊。欸，我有骨头欸。你可以撒啊。让你撒。啊，我怕。让你这个非洲人撒撒看。我不要。欸，峡谷。再过来就峡谷了。哇。峡谷。嗯。怎么的刺激？黄金目前11个金，没有，我呆闷呢。哇，两个金在边界外。对啊，很可惜。阿比，你等下可以来撒、啊。怕？没关系啊，你失败，我们都不会说什么。我们失败，大家就会笑死哦。哦，还是被吓到，反正等过去还是被吓一跳。其实熊炉可以搬到前面来了。啊，要搬吗？搬啊，等这个烧完。你的其他没有烧的先弄，那个在烧的我等下回去烧。那么都弄好了。那你要放这边哦、喔。嗯，放这边吗？送你石稿。明条显示蹲下。安全，没看到。安全，安全。看不见。除非大家想法都一样。马上那个，一跳出来马上蹲这样。来来来，鹦鹉过来。有一个碎石。上面还有一些煤跟那个铁，在比较高的。嗯。好，都可以拿。好可爱，哎，不要到我背上，坐下。阿比啥？阿比阿比，骨粉，靠你了。哇！等一下哇，我一个转头，后面就是大树了。那我要撒喽。啊？为什么那么多合成台了？哎、欸，好像一个是从他们掠夺过来的。哦，哥斯哥，没有煤炭吗？煤炭都在熔炉里，都在熔炉里，都在熔炉里。好少煤炭，我们可以多拿一点。好，再去找找。那这个树要谁砍？好来，好交给繁星了。那树叶你要打哦。
是什么共同分担那个风险吗？对，我们上面真的都还很多铁，都可以再挖。另外一颗自己长出来了。所以这里是峡谷吗？是。那边的那个水流可以先保留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两桶就可以钓鱼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开钓了。可是在外面钓，我比较想在外面钓为什么？因为遭到阳光啊。对啊，可是也有风险性。你盖个避难小窝，人家上来也会看得到。好吧。蛮明显的。我们先把这边铁都挖一挖。你想钓了吗？可以啊。好啊。我已经忘了自动钓鱼机怎么用了。你准备挖个洞啊？我先放了一桶，我就把它捞过来。我这上上下下好累啊！还是要盖一条路过去，挖过去。还好。我来了。屁事。所以是遇到人了吗？我们有些遇到咯。有无限水源。好。这边又有黄金了。好。哎呦。刚刚不是有树吗？所以。都只有树苗。没苹果。没关系。一套铁装的。好。有人有铁镐吗？我来。可以来这里挖一下。喂。煮把铁剑。哇，没有干燥，好可惜哦。不晓得谁有。有提。啊，也不会有跳成就齁。对啊，我想去掠夺过来。原来跳那个成就是可以发，对啊，找到要找谁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那成就是不是下次应该开？我觉得该，给你的那个钓竿。好。对啊，跳成就对不对？大家才会才知道要找谁，才可以玩一点心机的 feel。对啊，也可以有嘲讽的 feel。阿米上面还有铁哦。对，我就是要想办法上来挖。行，加油。哇，这边是峡谷的下面吧？好，来治水。哇，可怕，那随时都可能怪物从天而降。我觉得我们这边这么的大，蛮有几率遇到人。只要遇到人，我就赶快让我的那个鹦鹉上位。去啄他。去啄他。操控鹦鹉。鹦鹉使用鸟啄攻击，效果十分显著。那我的鹦鹉可以学那个吗？学飞行，学带我飞。然后遇到人就看到巧克力飞走了。哇，那超强，有点猛。哎呦，Diamond！哦，有。然后就会说，巧克力开创造啊，它在飞啊。要看我的脚下踏着鹦鹉啊！哇，上面有 Creeper 啊！Creeper 就是那个 Diamond 的守卫者。对啊，我感冒了。要先跟他打架。先确认安全区。
不能忘记怎么盖自动钓鱼机。有点忘了，我也忘了。啊，算了，你就纯手工吧。好像有栅栏啊，还有什么东东？栅栏、地板门，对吧？压力板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盖的是硬结合版本的。你可以现在外扣一下妈妈，妈妈会。可以这样扣啊吗？两颗diamond？不要，他前天才打我。没有，我们玩游戏，NPC 名字叫 Moco，他都能跑来打我。哎，这边啊，怎样爆了？喂，你们不止 Creeper，上面还有一个枯工。他站很高，可是我绝对不会被骗，绝对不会被骗。这里都是枯工，跟你讲，距离三十格都可以射到人了。三十格，我们上次欢乐赛都这样子，这么 OP。嗯，觉得我们的弓箭被削弱了，可是枯工的没有。其实都有啊，都有，但是那个准度是不可能被削弱的。嗯，啊，不要小看枯工。真的很烦欸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宝地。宝地，地堡。